你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要在我心情好不好？严一正，你还好吧？如果有什么事，要第一个跟我说哦。你的脚会不会痛啊？你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讲这些话对你来说很难吗？你快点带我去厕所啦！好，你快点。那你怎么出去啊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 ，Dreamwalk 媒体网，张琪立正我爱你。